9月21日，追求者特训，勇士随队记者 Mark Medina 在推特上发布了勇士2018年训练营大名单。这份大名单中共有18人，杜兰特、库里等五巨头领衔，新援考辛斯、杰里布克等球员榜上有名。当然像尼克杨、麦基、帕楚里亚等18年冠军成员都已不在阵中。前锋杜兰特、格林、乔丹、贝尔、鲁尼、伊戈达拉、杰里布科、马库斯、德里克森、麦金尼，后卫库里、汤普森、库克、雅各布、埃文斯、小丹尼尔、豪斯、利文斯顿、达米安里和肯德里克纳恩，中锋考辛斯、琼斯。在勇士2018年18人训练营大名单中，有8锋线8后卫的充足人选，只是中锋只有考辛斯和琼斯两人。待新赛季开打，考辛斯很可能要到12月份才能伤愈归来，恐怕勇士内线会有些吃紧。很明显，杜兰特、库里、汤普森、格林和汤普森五巨头领衔出战。库里妹夫达米恩里是勇士仅有的双向合同球员，只是找了半天都没有看见。22岁两冠王帕特里克麦考，麦考是勇士2016年第38顺位选中的，现年22岁就已经跟随勇士夺得两次总冠军，虽然只是一名场均上场15分钟左右的替补球员，但麦考早已为球迷所熟知。据悉，麦考无缘训练营大名单是因为还没有勇士正式签约，预计月底会签一份一年170万美金的新合约。